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这个长文也介绍过的，下边呢，是寄送。这个寄送不是孤起送，是重送。就是把上边长行所说的重新用这个寄送再说一遍。这个颂文当中，首先颂慈土六岁，第二呢是问他度六岁，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以戒问曰：文殊师利，导师何故放美金光？这个眉间白袍，大光普照，玉曼陀罗曼树梭花，建坛香方悦刻众心，以是因缘地界严净，而此世界六种震动，十四部众现界欢喜，神力快然得未曾有。长文当中总问慈土六岁，此中戒中就是个重诵戒中，跟上文就问的有点出入。多了什么呢？长文当中没有坚坦相逢，也没有地界严净，那此中这个问呢少了什么呢？没有说法，也没有入定。说法是慧性，入定是天心，由慧性天心能放光动地，举墨即之本，故错非惑，非错。又指导师两个字，即是问说法入定，量以说法入定，能导于人。在这个里向呢，就这段文字是送上边的，上长文当中没有相逢地境，那么此中呢没有说法入定，从文字上看好像是有赢有错，其实道理上呢都一样，虽然没有说法没有入定，那么他既然有导师，导师就是要说法的，说法必须先要入定啊。上文当中虽然没有坚坦相逢，但是它有雨花呀，那个花竟然是怎么没得香呢？花都是香花啊，那个香花落在地上，那个地就干净了，严净庄严清净。下边问他土，他度六岁，分为六。第一问六趣众生，
第二，问见彼佛，即问彼佛说法。第三，问他度四众。第四是戒前开后。第五，问他陀修菩萨恨。第六，他度供养舍利，即是问佛的涅槃。现在这个六科当中，第一问就是眉间光明，上次不是说的吗？福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国度，照万八千度，皆如金舍，虽然说照东方的一万八千个佛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隐同，同于娑婆世界梵圣同居土，这个梵圣同居土也不得一样，虽然是梵圣同居土，有这个漏取的众生，但是不一样啊。我们娑婆世界是黄金蛇吗？不是的，它这个地方呢，东方万八千世界内皆黄金蛇，全是的。从阿鼻右上至油顶，上文光中所照，只照到下至阿鼻地右，上至于阿伽尼扎天。它的词中啊，这个光照告照在什么地方的呢？上至油顶，这个油顶就是三界的最高处。这个油顶并不是说上头还有顶啊，就是到头了。到头怎么叫个油顶呢？是三界二世无有之顶，这个油顶。诸世界中的六道众生，六道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生死索取，六道轮回，十次这个十次生彼，这个是不是六道轮回，生死索取？这个六道众生三界二世无有，都在一光东照之中的，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善缘恶缘，善缘受的好报，恶缘那受的就是丑报，所以受报有好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不要说是六取众生的，就是人间受报还有好丑啊，有贫有富，有贵有贱，所以说是六道众生是能取之假名，生死是所取之五音，就是众生假名无因施法，恶业善恶的业缘是取之因，受报的好丑是索取之果，有顶就是三有之顶，这指的这就是非想非非想天。上面长文当中说是阿伽尼扎，是但至舍究竟天，这今天呢，今的说是照到这个非非想天，称光远照，
则无舍戒既没有形象，故不可见。要是让他生死的业缘、受报的差别都能够见的。下边呢，第二是问彼夫，就是见到东方万八千佛度的诸佛，闻诸佛的说法，又读诸佛圣诸师子言说经典，微妙第一，其上清净，处柔软音，教菩萨法无数亿万，梵音深妙，令人要闻，各于世界言说正法，种种因缘以无量欲照明佛法，开悟众生。又见到诸佛，因为他那个佛的国度有万八千国度呢，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教主，那都有一万八千诸佛啊，诸佛世尊。佛的名字，佛有无量功的，那么就有无量名字。一般的这个一般的通号呢，佛有十号，如来应供、正偏知、明恨住、善施、世间邪、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是佛的同号啊。要是哪有佛有无量功德，就有无量的名字。圣主师子也是佛的一个名字。要教就是大乘教啊，通教、别教，不是的，这个原教、别教，别教初地就破一品无名，证一份法身啊，那都是圣人。原教初住破一品无名，证一份法身，也是圣人。这个两个位置呢，要破无名来讲是相齐的啊。圣主啊，佛啊，是无名破尽了这一切圣中之圣，这就是圣主啊。狮子是譬喻，狮子是兽中王，佛是法王，所以说我说圣主狮子。佛做什么事情呢？言说经法，佛是说经说法的。应机说法，这个法是微妙第一啊，不是说的一般的人天法，也不是说的声闻缘觉二乘法，也不是说的这个全乘菩萨法啊，这个经典呢是微妙第一。微者难见，妙者难思，无上为之第一。我们这呢，我们这个一天到晚开经界，无上甚深微妙法啊，这微妙第一。其上清净，
福的法音，这个法是做什么用的呢？法是教众生断烦恼了生死的，所以这个法都是清净，这音声就清净。像我们做众生做凡夫，一天到晚胡说八道，那个语言清净不清净？不清净啊，那就是造业的语言。七声清净出柔软音，这个音有什么柔软不柔软呢？这都是譬喻啊。顺时相故，顺时相这就柔软了。单说二乘法其音不柔软啊，单说方便菩萨法其音也不柔软，说圆妙法顺时相故其音柔软。这些法微妙第一清净柔软之法是给什么人说的呢？是教菩萨法啊，无数亿万是菩萨众很多。梵音深妙令人要闻，此处这个偈颂当中，这是在光照彼度，就是万八千世界佛这个说法，既然是隐同，就是隐彼佛世界为众生说法，也是五住乐世，跟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出世一样的。那么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出世说怎么说法的啊？那别来讲，这个教有通别啊，那别呢就是有分别啊，那不就有前有后，有大有小，有钝有渐。释迦牟尼佛初成正教，在菩提树下演大华严，哎，彼佛世界既然跟我娑婆世界一样，也一样啊，所以他词中讲这个梵音神妙令人要闻，就是说的华严经啊，令人要闻呐 各于世界，你看看说华严经有七处九会，那不就是各于世界吗？啊，都是说的大乘的正法。这个华严经里像也是有种种的因缘，种种的譬喻啊，照明佛法，开悟众生啊。华严是代别名缘啊，代别教名缘教，别教也有四门，圆教也有四门，这个两教呢都有八门啊，所以说是有种种啊，这个种种呢是跟二乘法是不相关的。种种因缘跟二乘人不相关，那都说的都是佛法，都是教菩萨法。教菩萨法是即入胡贵，即入佛会啊，故名开悟。这是与此土，就是跟我们娑婆世界说华严这个教呢相同。第三问他度的四众，若人遭苦厌老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际，若人有福曾供养佛，至求圣法，
未说圆角。若有佛子修种种恨，求无上慧，为说净道。这个此中呢，从这个文字上看呢，就是说的三乘法啊，说涅槃法，这是说的四谛法、声闻法啊。那个若人有福以下，为说圆角呢，那是圆角法。若有佛子以下，为求为说净道呢，这个四句呢是说的菩萨法。若人遭苦者，即是声闻乘，遭苦而更造乐业，那就苦呢，就是苦上加苦了，苦就不得尽了，底下众生是也，那这个遭了苦还要造业，那是什么人呢？底下众生啊，就是三乐道的众生啊，那遭了苦，遭就是遭遇啊，什么叫个遭遇啊？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受，那就这个遭遇。这我们现在也是的，但是我们现在呢，虽然遭到苦，也晓得我们这个生死是苦的，但是晓得了，我不造业了，不造业，那我们还不是底下众生，我们是人道，说遭苦而造善业，造善业，什么三规啊，五戒啊，出家呀，这就是善业，咽下攀上，晓得生死是苦啊，要想出苦，虽然咽下盘上想出苦，这苦还不能尽，也只能够为圣人天而持戒修定者是也。还有一种人呢，也遭了苦了，这个遭了苦呢，他没有能够找到正修行的道路，跑到外道里向去了，跑到外道里，跑到外道的法中，想求解脱，想离这个苦，这个苦呢也不能尽。外道法怎么能够出苦呢？外道法有的时候是冤枉的，吃鸡戒、吃狗戒啊，吃牛戒啊，苦亦不尽，不知三宝四谛即思念处，但能增见长肥，更即苦本故也。这个外道法，他不晓得三宝，也不晓得四谛，三宝是出世的金粮，四谛就是苦谛、寂谛、灭谛、道谛。这个四谛呢，就是世间因果与出世间因果。学外道的人，他听也没听得过，听不到的。至于说是四念处，他也没听过，因为那四念处是佛法，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都是外道他听不到的，他一天到晚的就是外道
都是侠之侠剑，啊，增见长非，更济苦本。说这种人呢，就是遭着苦，他也不能出苦的。下边遭苦而能片厌三界生老病死，见能厌寂，乃能感复为所涅槃，从此修除世道，永尽苦寂。所谓知苦断戒目灭修道，要想出苦海了生死，没有佛出世，这个世间上就是常轮六道啊，是不得出离的。所以佛的出世，什么人才能够感佛出世呢？三乘人六道的众生，六道轮回的众生不能够感佛出世，三乐道的众生也不能感佛出世，人天的善根也不能感佛出世，那个外道也不能够感佛出世，啊，只有三乘人。这个三乘人是什么人呢？三乘人也遭苦呢，这个遭苦是共同的感受，遭着苦了。他遭了苦了以后呢，他能够厌离这个三界的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这是苦果，那么他晓得这个果必然有因，啊，要有因呢，要想不戒这个苦果，你要不造这个苦因，这个苦因就是寂地，啊，只有这种人才能感佛出世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十方诸佛到人家来成佛做道场度众生，就是这种人感佛出世的，其他人不能感。佛出世做什么事情呢？为谁说法？说什么法？为说涅槃法。什么叫做涅槃法？就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就是了生死的。从此修除世道，这个除世道就是目灭修道，那个四谛当中，灭是除世的果，道呢是除世的因，要修除世的因，才能够感出世的果。这个果感到以后，你这个苦呢就断了，是永尽苦寂。这个具体说呢，就是知苦故断寂，目灭故修道。若有人有福者，开辟之佛称也，知福百福，百界众福，故有福，四谛总相，料观为列，十二因缘别相细观为胜。这个四谛跟这个十二因缘，从这个声闻缘觉这两乘来讲呢，就是根有一点立顿啊，福有多少。实际上十二因缘就是四谛，四谛也是讲的世间因果，除世间因果。那个十二因缘也是讲的三世因果它是一个有一个开，有一个减，有一个料。那个四谛是以苦谛为出门，苦谛灭道。十二因缘是以寂地为主，以无名为出门，无名原形，形原事，
观十二因缘得物，名为圆角。还有一种渡角，什么叫渡角啊？春观黄叶落，秋观黄叶落，春见百花开。他就一看，他一看呢，他就觉悟了，叫因缘哦，因缘说什么话？渡角，出的无福事的，没有佛的出世，没有哪个跟他说十二因缘法，他也能开悟，那这么渡角。说是若有佛子，是开示六度菩萨，大慈大悲，能够少弄佛种，所以这种人呢，是叫个佛子，若有佛子啊，修种种恨，种种恨，就是六度。这个六度万恨，六度就包括了万恨，一度有无量刑法，所以六度就有万恨，有无量刑法。六度是度六弊，度六弊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布施。度兼贪，持戒度毁犯，忍辱度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这个六弊我们都有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六度啊，是吧？所以这个弊呢，就是障弊，把我们的本地风光都遮盖住了，不能显现。这个菩萨呢，修种种恨，求什么东西呢？求无上慧。所以说为说净道，从这几个句子来看，这是东方万八千度，万八千佛度，他土的四众，正跟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说大华严以后，为五比丘说四谛法，转四谛法轮，完全相似。下边文殊实力，我住于此，见闻若思，即前意识，如是众多，尽当料说。这个第四呢，是借前开后，总结上来的三问，要开下边的呢，质问。见闻若思是借前，今当料说是开后。第五问他土，他度修菩萨恨，正于此方方等般若诸大乘教一统，分为三段，分为三科。第一是总问，第二是次第问，第三是答问。次第尼通此度见教，杂问尼通此度不定教。现在是第一，总问，我见彼度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恒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多半都是在恒河流域度众生说法，遇到有些的树木多的时候呢，就拿这个恒沙来比喻，这树木太多了，
恒河沙数。恒河又长又宽，沙又细，那么这个恒河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欧若大池来的。雪山顶上有一个欧若大池，是欧若普大多龙王所住的地方，那是无热恼处，清凉池。欧若大池有四口，流出四河，四河，东方是阴流口，出清洁河，南方是金象口，出信渡河，西方是琉璃马口，出富出河，北方坡地加狮子口，出喜多河。庆切河就是这个恒河，沙细而多，所以佛说法处的靠的这个地方就在那个河边上，恒河边上说法啊，所以以这个为譬喻的。第二，次第问又分为六，初问师，二问戒，三问忍，四问进，五问禅，六问会。这个问的呢就更加具体，更加详细。鹤有行师，这个总问当中东方万八千佛度都有佛在说法，都有所备之机，诸菩萨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就是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二求佛道这个修佛道可不是我们说的要想成佛，这个佛怎么成佛的不度众生是不能够成佛的。你说说是想走戒经，想抄近路走，我不度众生，什么事不做就能成佛你看看《法华经》怎么说的，佛怎么说的，没有一尊佛不度众生而能成佛的。这是一个呢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度众生怎么度呢？像普贤菩萨那样度众生，像地藏菩萨那么样度众生，像观世音菩萨那样度众生你看看观世音菩萨前途有求前途应地藏菩萨更高不得了，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有未空誓不成佛。都要度众生，度众生怎么度呢？就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就是行六度万恨。六度万恨以什么为首？就是以布施为首。布施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那么像我们要想想看，这个那么什么六度，六度为什么以布施为首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生死从最初一念不觉，那个一念不觉那就是贪那个理义理上呢就是贪不贪而贪，说一念不觉生三系，警戒为缘长六粗。那个警戒你不贪，他哪里有警戒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这是根本烦恼。所以要想成佛要自利，要利他，先要断贪。
行诗，你看看，首先呢是问的这个呢，第一就是问诗，诗就是不诗，不诗什么，什么都要不诗。金银琉璃，珍珠母女，砗磲玛瑙，金刚珠针，奴婢车乘，宝饰年宇，欢喜布施。这个布施啊，还不能带勉强啊，都要自觉自愿的啊。布施了还要生欢喜，不是布施了就后悔了，就后悔了，不应该布施的。那还行吧，生了欢喜心。就是你是受施的人，我是能施的人，施主中间还有个施物。如果你要做此想呢，那就是有相之施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功德就大啊。回向佛道啊，这个布施，凡是做一切功德，做一切好事，千万不要说我这个布施啊，我将来要想升天，将来我的果报要升到人间呢，要富贵，无灾无病，那个你就是，那你就，那个就是呢，那个功德就有限呢，就那么点，你的愿力愿望就那么多。就那么多，会布施的人，做一些善法的人，啊，千万不要把这个布施，把这个功德全部给我，给我自己，啊，回向佛道，这个回向，这叫做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回自向他，这个回向有三种意义，啊。回因向果，其声转大。你比如我们吹羊号、吹药器，吹喇叭，吹那个喇叭，弯来弯去的，这急弯急弯的，你吹出音声就大了，这就回向的，回向的，比如说这回向的功德，回自向他，把所做的布施的功德啊，回施一切众生，功德大不大呀？就给我自己享受，那这个自私自利啊，回自向他，普施一切众生，回施向理，什么叫回施向理呀？我们用金银、珊瑚这些个宝物啊，这个七宝乃至于车乘年余布施啊，这叫做事啊。这个事是生死法啊，你要能够做什么观呢？做体空观，说这个三轮体空，没有所施之人，也有没有能施之人，中间也没有所施之物啊。从这个做布施当中，你就能够悟理，就能够正理啊，就能够得到。你看这个布施大不大呀？不是说我今天打个斋哟，这个功德就是我的啊，那个都是自私自利啊。凡是想消佛的、发菩萨心的，要把自己的小我要捐除掉，一切都是为了众生，你这功德就大了，回向佛倒是回因向果啊，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功德、布施功德，回向成佛道。
愿得世上三界第一，诸佛所叹。啊，贺有菩萨四马宝车，蓝熏花盖，玄世布施。上边呢，这个都是我看看呢，都是宝贝啊，金银，珊瑚，还有珍珠，还有摩尼，还有砗磲，还有玛瑙，我这个我有些东西我还没看过，你们都是有福报的，都比我看得多，金银琉璃，金刚珠针，还有奴婢车程，都是这个宝物。看下来呢，这些所布施的东西呢，都是身外之物，都是身外之物啊，都是身外之物。复见菩萨神肉手足，即妻子时，求无上道。又见菩萨头目身体，心要施予求佛智慧。复见菩萨，又见到这个菩萨，怎么布施呢？身肉，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做身布施，舍身似虎，割肉喂鹰，那不是身布施吗？舍身似虎啊，这老虎饿了，好，你吃吧，我就给你吃，鹰饿了，饿了，我割肉给你，割肉喂鹰，那不是身肉，那不是身肉布施吗？手足啊，身肉手足。这是身内之物了，这个比那个身外之物呢就难舍了，身外之物，稍微看得开一点呢倒也罢的，你叫我舍身，这就困难。菩萨要布施，又能舍，什么都能舍。要什么给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啊，难行能行，难舍能舍，舍金轮王头，不晓得舍了多少，金轮王头尚且舍得那么多，其他更就不要谈了，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舍眼睛珠子。这个眼睛啊，上头说舍利弗，你看看行菩萨道呢，你行菩萨道啊，他就有人来成就你这个菩萨道，一方面成就你这个菩萨道，一方面考验考验你，看看你这个菩萨心还是牢不牢的，真的还是假的，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从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的时候所舍的眼睛珠子，能够铺满三千大千世界。掉一根针下来，就戳在释迦牟尼佛的眼睛珠子高头。你看释迦牟尼佛舍的都是眼睛珠子，眼睛珠子这个人是最宝贵的了。你是说说别个东西，倒也罢了，这个眼睛珠子能舍吗？能舍啊。这个底下呢，还有个妻子时，这更困难了，老婆孩子也要舍，这个菩萨在因地当中舍头目脑髓神肉手足啊，乃至于妻子，这个因缘多得很。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舍妻子，
这个妻子呢，不是老婆呀，就是老婆还有孩子，这叫做妻子啊。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那是过去无量劫的生中啊，那为凡夫的时候啊，有一个国家叫做夜波国，国王叫个湿波国王，这个国王有两万夫人，他不得孩子，后来嘛就想办法烧香啊拜佛啊求菩萨啦，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生得非常好啊，聪明智慧，相貌也好，当然呢这个父王是很欢喜，非常爱念，这个过去的那个中这个在这个在这些个文字上看呢，这个国王生个儿子跟老百姓生个儿子不一样，国王生一个儿子就是王种，原来过去旧社会嘛那就是龙种啊，国王就是真龙天子啊，龙种啊，那生个儿子，那个儿子是什么人呢？那叫天子啊，那叫太子啊，生下来就是太子，将来他就是做皇帝的，长大一点嘛，那叫储君。你看宝贵不宝贵啊？那宝贵的不得了。长大了嘛，就给他娶了个老婆。娶了个老婆，这个满地。这个太子的名字呢叫做徐大拿，徐大拿太子有这么一段故事，我好像在禅堂里讲过的，这段故事也蛮感动人的，长大了给他讨了个老婆，生了个孩子，生两个孩子，一个男一女，后来也像释迦牟尼佛在做太子的时候了，搞在皇宫里像嘛，要出去看看，像现在呢到了清明季节了，出去嘛就出去踏踏青啊，郊游郊游啊，看到这个蹲在皇宫里像享受太子的那个富贵，到外头一看，这不对了，这个老百姓蛮苦的，所以这个太子呢，这徐大拿太子心里想，生了慈悲心，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呀，那个仓库里像金银宝贝多得很呐，为什么说不可以拿的呢？不是呢，周济穷人呢，现在的语言，这个什么东西叫扶贫，也扶贫呐、那么这个太子就跟这个父王请愿啊，希望把这个国家的这个宝库开开来啊，布施给广大的群众，那个父王就这么一个儿子，将来他就是国王啊，是这可以说是百依百顺的，你求说什么我都答应，可以吗？你去布施吧，拿来布施啊，那过去的布施不是小布施啊，作为国太子布施那都是号召天下，像现在来讲嘛那就是登报了，发广播了，都晓得徐大拿太子要布施了，所以这个从很远的地方都跑来，像这个布，这个布施，什么叫布施啊？有一个邻国，就是跟他这个本国呢是有宿冤的。敌国
啊，敌对之国，嗯，这个敌对之国呢，就动了一个坏脑筋，嗯，他派了一个道，派了几个道人，到这个叶波国，见这个徐大拿太子，他说我听到远闻太子大慈大悲，广做布施，说我们也来呢，求太子布施的。嗯，那太子就问呢，你们远道而来的求布施，那不就布施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们想你布施给我，你们那个这国里像有一个白象，这个莲花白象，莲花白象，现在的国家，嗯，这个国防啊，保证都有军队啊。有飞机大炮，过去打仗呢就是用象用马，你看我们下象棋，那下象棋那个象那蛮重要的，那是守卫攻城的啊啊。那个师伯国那个白象呢，它是国宝勇健大力啊，要是打起仗来呢，他这一个象啊能够战胜敌国，不知道哪个敌得过的。嗯，所以他这个国家有这个白象呢，就是有恃无恐，谁也不能该侵犯。哎，这个敌国啊就钻着这么个空子，派几个人来跟太子取这个白象。这个太子当时呢心里就有点犹豫，哎，他说我这个布施向国王请的是个金银财宝，布施什么都布施的，可是这个白象太小的，这个白象是国之大宝，是不能给人的。给了人以后，假如说再有人来打你啊，来侵犯你啊，你拿什么东西来抵御呢？嗯，回头他又一想啊，我是发了愿的，发了愿的啊，什么东西都要布施，嗯，是来祈求的，只要我有的，我都要布施，啊，他才发这么个愿，嗯，我这个想想，既然发我这个愿，你要我就给你，啊，他就把这个像呢，当然那个像都是保护的蛮好的，过去这个象鸠。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也有一个，还有个那个运动员呢，他是个像什么相公，他起了个宫殿，像有福报啊，一天吃得好，住那么个大房子，我看比我们这个房子还要大，嗯，太子就把这个白象，布施给那个敌国，给人牵着跑了，嗯，太子布施其他任何东西。大家呢都生欢喜啊，普天之下都生欢喜，广作布施。这个白象医生给了人以后呢，这个议论就多了，议论就多了啊，失了这个白象就等于和失了这个国家一样，所以下边这些大臣呢就禀告国王，国王听到这个呢心里就更是感觉到惊愕啊，他就做这个白象给人家了，说后来就议论纷纷呢，大家心里就不安，有的人说哪个把这个白象把人家的，哪个牵白象的把这手给他砍下来，哪个看眼睛看那个白象把这眼睛给他挖下来，哪一个进入这个象房的给他脚给他剁下来，甚至把他头给他砍下来，是群情激愤，谁去的，就是太子啊，把这个象牵给人家的，当时说有的大臣呢就想说这个不行啊，虽然太子把个象布施给人家了，但是也不能够把个太子就把他就这么作践，把他
你说他死不死不活的，眼睛没有了，手没有，脚没有了，那还能做人吗？那还能这个太子啊？嗯。后来报告国王，国王就问他了：“我叫你布施，我答应你布施，金银财宝可以的，这个相没有布施啊，啊，但是说你也没说这个相不布施啊，啊，他不行，嗯，啊，后来把这个或者这样办法就把他流放，嗯，流放，就像这个有身份的、有地位的、有才学的人。”不是那个刑事犯，而是政治犯，流放，在我们国的历史上真有的，比如说韩愈，流放到潮州，建大连，那也是流放的，你看看那个列宁也被流放的，列宁流放在西伯利亚，那个西伯利亚是最冷的地方，嗯。你能活你就活下去，活不起嘛就冻死，当时这潮州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毒瘴鸡集中的地方，国王要把它流放，我这个流放是我家的嘛，他这个书上不是讲流放啊，这个徙，迁徙。就是把你原来你是住在宫里上的做太子，现在你犯了法了，犯了罪了，对国家犯罪了，把你搬家搬到山上去住，那个山呐、野山，不在人住的，很远几千里路呢，流放12年，去做忏悔，忏悔自己的罪业，这个太子是非常孝顺的，父王既然有这个令，有这个命，那就不敢违告，你叫他去，只好去了，我自己，就犯了，好像犯了法一样，犯了罪了，他说我去是可是要去啊，我还要布施几天呢，这还要布施啊。你还要布施啊？他说我再布施，我说我自己还有点东西，太子嘛，先是布施国家的仓库里向的东西，太子他有自己的私人的财产，再布施7天就走了，要走了，要走的时候那还要告假呢，首先呢。要跟夫人告假，把这个事情呢，就跟夫人一说，都说父王要流放我到那个东边有个坦特山最边界，12年，他说我要走了，他说你在那家里想好好的，教养两个孩子，还要孝顺父母，经常多跟父王讲，要慈爱苍生，要正法治国，这个太子啊，太子的德行好，这个夫人讲，他说你走了，他说你走了我也跟你去啊，就你走了我在那家怎么办呢，我这个女的一个女人呐、我这个女的如果没得丈夫了，我一个人怎么干怎么办呢？那成了寡妇了，夫以这个父以夫为事，以夫为事啊，那个太子就是说了，我到山里下，那个山里下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说你在宫殿里下，在个皇宫里下过这个宫殿里下的生活。那你那怎么受得了呢？他说太子受得了，我也受得了，不但是我受得了，那我们两个一道走，还有两个孩子，一道走到山里上去，生则同生，去则同去，给夫人告假，
夫人跟他一道走，那么还要给母亲告假呢。啊，这个母亲呢就生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啊。那个国王有20000夫人，哪一个夫人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夫人呢就得宠了啊，那就成了这个第一夫人了啊，就得宠了。跟母亲告假，母亲当然舍不得啊，啊是痛哭流涕，悲哀无尽。但是父命难违，不得不去。跟母亲告假，母亲就说了，他说我生你这个宝贝儿子，说我就得宠，你要走了，我不得你这个宝贝儿子了，我就宠了，人家就不宠我了啊。那么其他的还有20000夫人呢，都看着都笑我了。看看这个人情啊，就是这么回事儿。给父王告假，给母亲告假，跟宫里向的所有的啊，还有一些大臣告假，告假走了以后，走了。那太子走了，是被流放走的，什么事也不能带，还好啊。还有两个孩子，这俩孩子还小啊，几岁啊，那怎么办呢？给他一辆车，给他一个马，有个马拉车。怎么走了啊，这个太子走了，大家呢都非常的悲痛啊。都随着太子，送太子送得很远很远，不能老送啊，总要回来。离别以后，这个跟那个大家送的人呢，离别以后，太子跟这个夫人还有两个孩子，那就上路了。就是走上了流放的道路，开始就走了。那个太子既然做布施，远近都来布施，还来呢。小的太子布施都来都来，跟着我太子讨，走着走着没多远，就有一人来讨了啊。太子说，我现在已经被流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还跟我讨什么东西呢？他说你这个马好，我要你这个马。他说好好好，把你欢喜欢喜。哦，好，你欢喜给你。这个马没有了，这个车子，马是拉车子的，哪个拉呢？这个样子吧，太子说我拉前头。他说你这个满地夫人是你在后头推啊，小孩子们坐得高头。又走了。走着走着呢，又没有走得多远呢，不好，又有人来讨了啊。这个布施啊，看你能舍不能舍啊。太子说我这马都没有了，你还讨什么东西呢？哎，我他要你这个车，你这车好。这车好啊，要个车。他就想想，给、啊、给你这个车。车也没有了，车也没有了，两个孩子不会跑路啊，怎么办呢？一个人背一个嘛，父亲背男孩子，这个母亲呢就背这个女孩子背着跑。跑着啊，又有人来骑了，又有人来逃了。太子说我这马也没有了，车也没有了，那还要什么东西呢？他说还要啊。他说你这个十件衣服还蛮好的，这个身上穿的衣服蛮好的。太子嘛，毕竟是太子哎，从王宫里向出来，我太子把这衣服给你，你把那换衣服脱给我，我们换着穿，啊，又走走着又来讨了，把这个夫人的衣服也讨了去了。两个孩子衣服也讨了去了，这看不到东西了，这可讨光了。讨光了，他一直在走，
那就过去都拿两只脚走啊，啊，两只腿跑路啊，啊，从他这个国家被他流放的那个地方多远呢？有6000里路，啊，啊，以太子的夫人这种身份跑啊，啊，啊，这个。那不需要跑多少时间的啊，刮风下雨啊，那就什么都不问了，有的吃没得吃也不问了啊，嗯，啊，行菩萨道啊，这就是行菩萨道，看你怎么行法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嗯，我们课堂里像有一位僧智师傅，嗯，花几十块钱买的那个布料做衣服，嗯。今天听过经了，要学佛呢，学布施呢，我要跟你讨，嗯，我看你布施不布施，嗯嗯，穿那么好做什么？嗯嗯，那不行啊，嗯，啊，和尚穿衣服嘛，粗布大衣啊，洗得干净点就可以了，啊，还穿得那么多漂亮啊，啊，嗲了一些啊，啊，嗯，那个太子走到半路上啊，实在是走的呀，太疲劳了，没走路啊，哎，看着前头呢有一个地方，好像是城市一样，也有人来出来进去的，夫人就说了，他说太子啊，嗯，我们走了这么多时间了。能不能在这儿休息休息啊？嗯，就进入这个城里去。太子跟他说啊，他说我是戴罪之人，嗯，父王叫我到这个坦特山悔过啊，啊，我的目的地是坦特山呐，啊，这个地方不是我住的地方啊，如果我就站在这个地方。那是为父王之命，啊，那我不孝顺，啊，太子虽然被流放，他始终也没有忘记的是，我是要还有一个孝顺，嗯，哎，孝顺，嗯，哎，说了这句话以后，这个城呢就没有了，啊，这就是天人来考验。太子行菩萨道这个心还是坚固还是不坚固，嗯，布施要波罗蜜呢，布施要道比难呢，哎，布施不容易啊，嗯，这还走呢，走呢，哎，又到了那个坦特山呢，要到这个山脚底下，到了山脚底下遇到一条火，这个火水满身的，这火满身的怎么渡过去呀，啊，也不得船，也不会游泳，嗯，啊，因为我们他说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要上了这个山，怎么上去，嗯，他就太子呢，就用这个慈心三昧，入慈心三昧，啊，入慈心三昧，这个水呢自然就减低了，啊，太子跟那个买地夫人还有两个孩子，啊，就渡过这个水，到了坦特山，嗯，这个山呢看起来是个地方蛮大的啊，树木葱茏，花草啊，这个鸟兽啊。都是那是很好的个地方，嗯，走到那到了山上呢，看到一个山上也有修道的人，也就是修道呢，就是修仙道的人，叫阿斯妥仙，嗯，太子看到这阿斯妥仙就问呐，都说这仙长，嗯，他说我们是来
到山上来修道的。嗯，这山上有什么好地方啊？好风水好地方啊？啊，前两天说这个地方都好啊，这个山都好，住着多好。嗯，就像这个终南山一样，你看终南山有多少茅棚啊，多少洞啊，都是好福地。嗯，他说我这个山虽然好啊，他说你们这个，你说你到山上来修道，啊，这个修道修道哪有带老婆孩子来修道的，啊，还带老婆孩子来修道啊？嗯。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太子没有回答，夫人回答了，啊，夫人问呐，说这都说你这个仙长，你在山上住了多少年，修了多少年？他说我修了500年了，嗯，这个夫人就借这句话呢，就责难这个道者，啊，他说，你修500年呢，你再修500年，你也不能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人相，有我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这500年就是寿者相啊！啊，我们常说的，善终无立日，寒尽不知年。过去我记得那唐诗里像有这么一首诗啊。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啊，寒这个善终无立日，寒尽不知年。他说你这个住山好，我今天住了1年了，明天住了2年了，我住了500年了，你这还能得到吗？啊，不能得到。嗯，哎，所以这个仙人被他一开导，啊，很惭愧，也很感激。于是乎呢，他就指了一个地方给这个。徐大拿太子啊，他说那有一个就很好啊，太子呢就顺着他指的地方找到那个地方，哦，不错。嗯，进了山以后要过生活啊，也不能没有住的地方，搭了3间小房子啊，太子住1间，夫人住1间，2个小孩子嘛，一个跟父亲住，一个跟母亲住，就过这个山居的生活，在山底下啊，嗯，不是像我们有人大宅共种啊，吃什么东西呢？啊，那就是饥餐松柏，渴饮涧泉，嗯，这山上有果子多啊，嗯，啊，采果子吃，啊，就在这个时候呢，说问题就来了，太子好食。好布施，嗯，有这么一个国家，有一个婆罗门，12丑婆罗门，丑的不得了，丑的像个鬼一样，一只眼睛，腿是弯的，啊，看到是害怕，嗯，白天看到那害怕，夜里看到啊，就把人吓死，嗯，哎，他娶个老婆呢，蛮漂亮。娶个老婆蛮漂亮，这家里下呢并不富裕，蛮穷困的，过生活嘛，这个女人嘛，到了烧饭的时候呢，除了洗洗衣服啦，淘淘米，洗洗菜呀，有好的邻居看到我，哎，就讥笑，他说你这个人，你这么漂亮啊，你说你这个老公啊多丑啊，讥笑他。这个女人一看人讥笑他嘛，心里想着我这讥笑，我就不出来不行。回到家里下呢，跟这个12丑婆罗门呢就嘀咕了，他说我从今我再不出去了，人出去你都笑我，那怎么办呢？他说你赶快找个，你给我找两个奴隶来，找两个奴婢来。什么叫奴婢啊？就是跟我家做佣人的。嗯，他说没得钱哪来的，就上哪去雇找得来啊？那不行，你不给我找呢，我不吃饭了。女人嘛，一发脾气嘛，男人就没得肉念了。你再不然我就请死上吊了。想这个婆罗门的办法，想办法呢，找点盘费钱。他就晓得，这个徐大拿太子布施，我就想他那个就有2个孩子，我他不就
我布施我也不要买啊，我就跟着要着一个要头布施去。嗯，那么这个十二首佛那么就跑到这个夜波国找这个须达拿太子大家看到啊，你这个家伙又来跟太子要东西，太子就是因为你们这儿讨东西被流放了，都不在家里了。后来这国王晓得了吗，这也不能怪人家，这是太子发的愿呐。哦，不是啊，说太子现在都不在家里了，都到山里去了。哎，你要去你就去好了，他就不谈到山了。这个婆罗门倒也不怕，他也又跑到这个檀德山来了。跑到檀德山，进山，别人没遇到，遇到个打猎的，一个打猎的看到这个婆罗门来了，就晓得又是跟太子讨东西的。哦，你们把你太子就是因为你们这个讨东西啊，他就是犯了法了。流放到这个就还来了，这个猎人呢不问三七二十就把他绑起来，我今天我就挖你的眼睛，我就挖你的心。哎，这个十二佛那么心里想，这个今天不得了，今天这一关不能过啊，照这样我还命还没有了呢，就想想办法。你看他丑虽然丑啊，他心里想个心机还蛮多的。他就跟这个打猎的说，他说你是为什么要打我啊？你晓得我做什么的？说我不是来这讨东西的。他说我是那个太子，这个父王派我来看望太子的。哦，他说了那么个谎。说这个猎人呢，哦，这个样子，那对不起啊，又把他放下来了。不但把他放下来，并且呢。指该他的太子所住的地方，他就一路嘛就到了太子住这个地方。到了太子这头来，太子看到这个又来了，这个婆罗门又来了，又来讨东西了。太子欢喜啊，他说你远路来的，辛苦辛苦啊，请坐请坐，吃啥吃啥，你来做什么呢？来又在讨东西了。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讨什么东西呢？他说太子啊，你不晓得我搁家里想啊，我搁家里想那个夫人呐、懒不过不肯做事情，要我买两个奴婢买不起，我倒来向太子讨你那两个孩子。讨那两个孩子，回家去做奴婢去。这太子一听，太子心里想呢，他说我是什么都能布施的，既然讨两个孩子，好的，可以啊，满口答应，一点悔意都没有。那么两个孩子平常呢，每一天他们的日常生活啊，太子到了山上，这个山上啊，就是人界地灵啊，这个山上啊，什么东西都是兴旺景象啊，枯树都长着叶子，不开花的就开了花，说是地下这个泉水没得水的水也冒上来了。两个小孩子一天到晚就跟山上小猴啊、小虎就玩儿，可以说是过的这个天伦之乐。今天呢这个婆罗门来了讨这两个孩子，太子答应了吗？这行动啊，就喊那个两个小孩子，那个他又那是不成鬼呀、那是不是人呐、你把我布施给他，他把我们吃掉的。这个太子说不要怕，他不是人，他不会吃你的不会吃你的。
所以这个讲到这一段往事，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行六度万恨，舍果成妻子，就是布施子啊，你看那个子啊就是儿子了啊啊啊，儿子那个心头肉啊，你要是布施那个割成肉一样啊，这两个孩子呢也是很懂事的。我看这个事儿今天的时间到了，底下呢还很蛮长的啊，你们愿意听的我明天再跟你们继续说啊。你们要听啊，我告诉你啊，我徐大拿太子这个往事的因缘很感动人的。很感动人的。那你们要听的话呢，明天呢你把那个手托都带两根来啊，听你讲的。